主料，素食荞面200克，黄瓜半根，胡萝卜半根，尖椒半个，柿子半个，辅料，香油，盐，蒜二瓣，糖半勺，盐一勺，味极鲜，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荞面用热水炮制，泡到无硬鲜，是控水用凉水过一遍。黄瓜、胡萝卜、柿子、尖椒切细丝，蒜拍末，把所有材料放到面上，加入一勺香油，半调料勺糖，一勺盐，适量味极鲜，适量醋，所有食材拌匀盛入盘中，撒少许芝麻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荞面一定要泡到无硬鲜时食用，可根据自己喜好加入辣椒油之类的，不喜欢糖的可以不加，荞面怎么拌味道都差不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